大家好，我是东哥。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我们南方的一种过去在酒席上的一种菜，叫腊炖。在北方有一种菜叫乱炖，乱炖是各种蔬菜放在一起炖，叫乱炖。我们南方这一道菜在酒席上面的菜不是乱炖，是腊炖。腊炖食材很多，各种海鲜，各种肉类，把所有的食材三蒸放在一起，把它炖烂，炖香，然后把豆腐放里面，把豆腐炖的里面全空心了，让要所有的汤汁被豆腐吸收了，这叫腊炖。好，我们将所有的食材介绍一下。在过去呢用那个墨鱼干，现在是用新鲜墨鱼。这个是亲子干，这个是虾，这个是蟹条，这个是腊肉、鸡肉，有山珍海味。山珍呢，就是说指冬菇、木耳，还有笋干。这是香菇，这是木耳，这是笋干。还有青菜呢，就以前是用花菜，我们现在用这种，西兰花，用大白菜，还有姜、葱。好，我们先把鸡腿先炸一下哈。鸡腿炸一下的好处呢，它烂的时候它不会散掉，这很关键。好，我们煎锅烧热，把姜片、蒜片、葱段放下去，我们把准备好的肉碎放进去，先炒一下。好，把葱段放进去，好，把墨鱼倒进去进行翻炒。我们把香菇也先放进去，香菇这个东西呢，放油里面稍微炒一下，它特别香。如果往水里面放，它没有那么好的效果。香菇一定要放油里面，或者爆一下，或者是炒一下，这效果更好。这道菜呢，我准备的是13样东西，如果有很多东西也可以加进去，有很多东西也可以减掉，也没问题，反正好的食材放在一起炖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放上料酒，把所有的食材鸡腿都可以倒进去了，放点料酒继续爆炒，放点生抽，
适量的盐，适量的鸡精，胡椒粉，现在把所有的食材都可以全部放进去，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加水，放一勺蚝油进去，它的味道更加香美。好，我们慢慢炖，然后我们把豆腐先处理一下，豆腐切大块，切得越大越好。等一下，把豆腐炖的，就是说炖出来越大，它一炖呢，豆腐膨胀了两倍那么大。好，我们先放在那里备用。我们先把这个盖起来，慢慢炖，炖40分钟，把所有的食材味道炖出来。好，我们准备把豆腐处理一下，放水，放盐。把豆腐倒进去，盖起来，焖它20分钟，看看豆腐怎么样。好，不错，这豆腐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这个豆腐它膨胀的比两粒还大，里面是空心的。相当不错。好，我们煎豆腐倒出来，把水倒掉。我们煎豆腐倒入这个汤里面继续炖，同时也把青菜放进去。把这个豆腐倒在汤里面继续炖，炖20分钟，然后让这个汤汁完全被豆腐吸收了，这道菜才完成。这道菜至今还在流传，在我们南方的农村办喜酒的时候必须有这一道菜。好，我们炖炖差不多了，这个烂炖就制作完成。喜欢东哥视频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订阅，谢谢大家支持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